老板放你了呗。哎，菲律宾驾车，谁要驾车？哪给你驾车？我不敢驾。我也不敢。哎，我开车了，小王。哇，这么窄的。加油，我帮你关门。他有点紧张，很明显。但是可以的，大哥，加油。哎，这什么？我来走。你的Mirror Adjust没有？一样的，跟我们那个车底下是一样。不一样。呀，左右就不一样。你们当着驾。哇，它会动了。来太晚了，太阳下山了，现在外面是什么都看不到。